感谢海豚的20点星星。海豚，我问你哦，还有小远，你们还有谁？你们本专不是有给你们赖群那个吗？赖的 QR code，你们有加吗？要先加那个好友，才能把你们拉进那个 DC 群，不不，DC 群那个赖群。因为刚刚我们家小帮手问我说，有加吗？所以你们有在赖群吗？你们有加 QR code，那你们有没有进赖群？不是啊，不是 FB 名称网址，是你个人的网址，个人 FB。没有，我昨天有解释，那个是个人 FB 啦。就是刚刚突然问说新人都加了没？我说还没进来吗？我说我等下开台问问看。你不在赖群里面，你一加就是兔哦。发生什么事情？不是啊，不是，这是个人 FB 的网页网址，不是名称网址，是个人网址啊，他打错，个人就是你自己 FB 的那个啦，连结，还是听不懂啊？你现在点开你自己网页的话，你就点开你自己最上面 ID。就是不是个 ID 吗？首页建立，你就点你 ID 的部分，点进去之后，你把那个网址复制起来。那我现在是因为刚不是刚睡醒，就是太累，睡太久，那现在头好痛，所以讲话可能会这样子。那其他人嘞？那个谁？那个绿茶牛奶你有在哦，你在兔窝，那就兔窝的话会有那个兔窝群，会有那个兔窝的 DC。你想要找古龙痕迹了？你还蛮快的啊。那个海豚嘞，那个海豚你有加对不对？我看一下哦，你可以敲一下那个你加的 QR code 的那个 ID 吗？我帮你加兔，我看看。你不在赖群里，那个不在赖群里的敲我一下，敲那个机器人。可以吗？你们如果有加的话，敲一下机器人。你在兔窝那边没有权限啊？我不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因为你们不是我拉进来的，我现在有点头疼啊。我没有看到新入群的人啊。没有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帮我弄到哪里了。名字还没改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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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如果有在兔窝，好难解释哦。你们会加一个 ID 叫做机器人的 ID，叫做凡金的兔窝那个。怎么哪里发 QR code？不是。我的粉专那里有私讯你们 QR code 嘛？你们 QR code 点进去之后，就是加那个 QR code 的好友。奇怪，我听到声音了。哎呦，看到小远了。哦，白痴哦，看到你们了，他根本没有加。好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等等等等等，我一个一个记哦。没事没事，我现在搞懂了。等一下等一下等下，他根本就还没加。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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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加一下人哦。加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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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入。好啦，等下你们兔窝会有点爆炸，我要来拉人了。
Ctrl V， 看一下哦。首先欢迎我们的，看一下哦。等一下，不是，现在不用不懂，现在是他根本完全还没有拉人进来。好了，我要来拉人了哦。消。第一位，我一次拉，可以一次拉吗？了。第二位，绿。第三位，哦，有点叫圆哦，我想到绿怎么没有？圆。等下，我会一次把你们加进兔窝，然后你们就是一起进来。YUI 第四位吧，一二三四，第五位，然后 DOEY，对不起哦，搞这么久你们才进来，抱歉抱歉，因为我真的太累太忙了。开始，哦，好多人哦，还没啊，低能，好了，我拉你们进来了，就聊天室有看到的话，就是蚊子，然后绿茶牛奶，然后萧院跟海豚。嘿，那另外还有两位应该没有出现在聊天室吧？我看一下哦，没有，所以那个我再敲他们看看。原来你根本还没拉，我以为拉了。刚刚跟他们在聊天，是鸡同鸭讲。好了，我要关掉。好了，我可以继续猎龙了。哎呦！喂！哎呦！喂！喂！我跟你讲哦。我要大锤的配装。是我配吗？你有配给我吗？我是说你自己不是很多配装？我都是辅助配装，辅助像配哦，你装都是服装啊？那等我一下，我再蒸汽机哦。哦，今天送超多哎。啊。今天蒸汽机有票券呢。对啊，天之龙人。嗯，去隔壁讲一下哦。今天。赖好用吗？看个人喽。就像我个人觉得我 IG 不太会用，我就觉得不好用啊。什么？哈？班西妹在用 IG？你是老人哦、喔？对，我是。我就是个死老头。昨天因为秀秀要过那个嘛，还那个吊那个什么野外的任务要还，然后要那个打
爆锤龙跟骨锤龙，然后他有一个是龙岩块，我想说龙岩块是爆锤龙倒地之后挖背上就有了嘛。那昨天就是他遇一个爆锤龙拿石头丢他，到倒地的过程要花20分钟。他捡个石头叫他丢，他说我丢了啊，然后看他的爆裂结晶，那么爆裂结晶5-5，你丢去哪里？我有丢啊。我说你丢去哪里？你是有按没出去而已吧？他说对啊。我说那就要丢哦。然后就看他从头到尾在那边绕来绕去，然后我就跟他说干。因为他的鬼人化跟那个头子都是扛错键，我说你鬼人化可以按那么快，你丢东西就按那么慢。他说不一样，我说看就在扛错键上面而已，你就不一样。啊，后来我们那个中键按一下是持续有准心，然后西是要按住才有准心嘛。然后他就说，我就跟他讲说你按住西跑，他说不会，我按住西就不会跑步了。我说你手是有多小啊？然后叫他按出中，按中间按一下就好，他按着，然后到处那就一直跟着跑。然后他全程都是背对魔物在那边跑，说你是在背对上，他想又转过去哦，你怎么看魔物怎么射？然后后来他好不容易射到之后，然后中间就持续了嘛，又在准心又持续的，他没有按掉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赶快去挖他背，按右键挖他背。然后我们的右键是钩爪射出去，我说你上去干嘛？我说你准心也先关掉吧。然后全程就这样子哦，没有录，我就说你在这样子玩录影的，不要你不要录，很嗨哦，很嗨啊！干，昨天被他笑到从2点笑到3:30，然后才去洗澡开始剪片。然后之后爆发最好笑的是，我看不下去，因为那个骨锤龙也是被射到东西就倒地，对不对？印象是这样子。对。然后后来我们就去拿爆裂，我就叫他拿爆那个爆裂果实跟那个粘着石，叫他自己削粘着石下来丢。可是他每次丢一下，那个他就在原地突然停下来，滚到一半突然停下来，就很奇妙。我想说你会不会丢，我一开始怪他你会不会丢啊，然后就说不对不对，我进去好，就拿那个贯穿，然后灌过去之后他倒地了，然后他们就在背后挖狂猫自己有进来。然后哇哇哇都是骨头，不对啊，我维基看说是剥取后 30%， 然后剥取干，该不是要杀掉他吧？然后我说算逃发，然后他滚的时候猫子又给他丢一个那个粘着石，我说猫子你不要丢了啦，没有用啦，我说我试试看啊，就很好笑对吧 Tina， 很好笑哦昨天，哎秀快点再来，我们再来笑一下，再来打啦，快啦！我躺床的时候那么好笑哦。对啊，你昨天哦，你昨天一离开之后，太，你有没有昨天？你看昨天那个节操不是2点多打了一个太好笑了，还是12点的时候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就是他在荧幕分享，他看荧幕分享看到快笑死。那我昨天走了之后有看到你们在直那个荧幕分享的那个直播，我想到你们在直播什么，然后又在床上就不懒得点进来看，就教他一些方便的概念，可是我怕他教太多他会受不了，因为其实昨天我是有点凶的口气在，你不是说就是声音比较大的口气在教他玩，可是真的很好笑。我好像昨天一度骂了3次干你娘吧。我知道你很认真打、啊、可是我很认真在教啊。哪有人在被魔物追的时候是我那个不看魔物的往前追，然后突然被那个骨锤龙滚到说哎呀哎呀。他昨天也是打魔物打到一半，打到自己在那边叫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魔物还没撞到他。你要打什么？我现在目标很多，好诶、欸，有目标。一般的雷狼跟要一般的，一般的雷狼跟。你是说调查的雷狼还是？不，当然不是啊。哦，都巨魔就对了。对，一般的雷狼跟调查的，不是调查，力战的机制。嗯。而且要贼多，极多，超级多。你说金丝只要贼多？对，至少要个5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克制一大堆东西需要用。经理人安安，
克制一大堆东西。你要克制什么没？武器啊，武器吸血，还有扩充槽都要他的、啊。What the fuck？ 要扩充槽啦，我需要扩充槽就需要他。一个是金丝大锤，一个是灭金大锤，我就只拿这两把，我其他没做。我打算下一个试试斩吉斧，但我教学还没看。斩吉不用啦，斩吉很简单欸。真假的？嗯。靠腰，等一下是会变形的那个吗？斩吉是两个都会吧？斩吉应该说超会有超解吗？超解是盾斧，那不是吧？斩吉应该是剑斧吧？干，真的很烦欸。到底是哪一个、啊？是会膝盖爆裂斩的，还是会一下劈下去的？前面那一个会膝盖爆，那是叭叭叭叭叭叭叭那个吗？那就是叭叭叭叭叭那个。那个不用特地学啊，那个只要你会穿不动衣装，然后上去跺他脚就好了。就那个只要会回避魔物的东西就你好啊，你好啊，你为什么要卖我？我没卖你啊，我是觉得讲得很开心啊。喂、欸，我没录影真的是很可惜哎、欸，满满的都是精华哎、欸，很差劲，你为什么不录？哎、欸，这样子你的就是一整个小时全部都精华，全部都是你在骂我的画面而已。对啊，我搞不好我骂三字经都可以十分钟一个精华了。而且明明导虫都还没表，他自己追魔物追到营地去。我说你在干嘛？反方向，小姐。不是我导虫怪怪的。好，没有，我只是跟你说我要先吃饱，我等等就过来。你等等过来，我也不在啊。我是要带你的话，要12点之后或10点之后啊。哦，好啊。更变装备。你可以叫他们带你啊。好啊，好啊。欸，对啊，我忘记问你了，就是你说那只猫的装备是打哪个？我忘了。猎人永远的梦想二活动任务。嘿，那只谁要念啊？好，你要先练等啊，要6等以上。但不是，哦，你想说什么？我现在才2而已。我知道啊，就打先透主线才有等级齁。拿了，我在巨魔之地。哦，我以为你在配大锤的装。啊，没有啊。欸，你那个衣服好好看。丑死了，好不好？是吗？我刚刚看到它飘着，飘着很丑，很难搭，好不好？可是那个颜色很好看，难看死了，好不好？很好看，你的品味很奇怪，好不好？品味很奇怪。你知道臭臭你也是紫色的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以前其实蛮喜欢他的。我在啊，我不行，好难看，突然发现好，就是很难看又很难搭，好不好？好看，好看。
我先去吃。嗯，拜拜。另外一个人呢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他现在进来。原来被玩家击退会有无敌效果，那这样只要叫你们是打我就好了，对吧？什么鬼？好像靠墙就好了。直接有力战睡龙，要不要再打他？看你啊。可以啊。嗯嗯嗯嗯。素材好像升级需要，打起来吧。逢反撞武的经纪人安安，哦，你的 ID 真的难念耶。我还在想刚刚在念什么。重返撞武的经纪人就不好念啊。哇，我必须要去吃饭。好，拜拜。我预期的早了半小时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来乱的。怕小，你很忙欸，要装瓶啊。哎、欸，你要打吗？算了吧，那都要走了。那我去叫那个喽。你要不要换换冰的啊？什么换冰的？你那把是冰弓吗？不是啊，水弓啊。啊，你要打金狮子还是要叫？看你啊，你要先哪一个？都行都行，反正都要打。那我先叫，那我先叫金狮子啊。从任务中归来。哦，又出魔物。龙岩，好，你有没有解除啊？
对齁，我还没解，忘记了。低能，昨天打那么多场。哎、欸，对耶。我真的觉得你很想杀了你耶。看，他是不会提醒一下，是不是？我以为你开了嘛，我提醒什么？你就跟我讲说你进去解除，解去哪里？我现在有了，解除了，不要怕。欠我骂是不是？没有啦。然后我们那个秀秀讲了一句话，让我突然仿佛梦醒一般。他说：“用魔物身上掉落的石头去撞墙，伤害比较高。”有这回事？有，他讲的。他说他教学有说啊，我说哈啊，有这回事？710，好，那我等下看，不是魔物身上石头是多少，记一下这个710啊。嗯。口酷。有一只蝙蝠死在这边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快要磨刀！刚刚这一页是弓箭页啊，现在不是。怀中抱妹杀，还行吗？可以。藤蔓陷阱，不是，我看到藤蔓陷阱，我也是近视中了，我就没有回避了，结果是他打我。
在干嘛？他是怕你。太烦了吧！米子给他，没抓到哎、欸。我可以，哎、欸，我可以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步驱没发动，那一样，烂步驱，不是步驱啦，那个大衣，忙什么啦？第一次吐出来，再观所以刚刚你是被后跳撞死的。嗯，经过他渡过就把我撞死了。我想说你那个血还有一半，应该不会死。然后中间刚刚大衣没发动啊，不爽。烂！哇，他被飞雷拍倒了，怎么那么菜？全看看，要拿一般的石头。你这边应该不能中吧？一样啊。719啊。一样啊，秀你在骗啊。那时候是那个教学说的。要被拍了吗？教学也在骗你啊。哎、欸，完美回避。错。而且数字还变少，少一。720有吗？没有啊，刚刚也是719啊。嗯，是吗？不是720哦。是，没有没有，刚刚也是719。我想说，撞墙不是因为看血量的吗？撞墙是血量趴数啊，我也是这样记的。对啊。它是固定趴数，它不会因为你的血量高低而改变趴数。哇，结果竟然是金丝日跑。你很强哦，普通飞雷你很强哦，你很强哦，别蛋，哎，还是在下面。哎，上，在我这边，在我这边，上来啦。这不就上来了吗？你盖龙呢？也给我那个票券局两张啊，看不起冲。我昨天也看，也给我两张啊。你的武器是第14名呢，这个给你。哎、欸，我比你高一名哎、欸，我是13。拜托，拿笛子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飞雷来了，然后转回他的地。
哇，我撒粉了，相信我。我看到粉了。只是你倒的方式有点诡异，我看他没有挥到你，可是你倒了。我就说他都用经过杀人呢、啊，好烦哦。是不是睡太久了，头还在痛？看来今天王国之战，我不能做什么大事了。哎，看来就是你王了。顺带一提，我拿的其实第六名哦。哇，又被拍到了！飞雷这么强啊！哎，飞雷帮他挡招，哎，他把他推走了。找到橘色，哇！这是飞雷，我跟你讲，已经开外挂。妈，一下就让他倒哎、欸，一下倒地。他两次都是一下倒哎、欸，很强哎、欸。要么他很厉害，要么他很会围。我的天！他妈妈回去找飞雷了啊！他回来啊！你为什么要？他是不是在找猫那个？好的，我白一堆好了。看到赖的人数吓一跳，也太多了吧？以前也不是以前啊，如果那些人没跳的话，不跳没有离开的话，会更多，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不在吐窝了。